马超，我的麦还爆吗？马超，马超，马超，我的麦爆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都不要告诉我这些怪怪的梗，你们告诉完之后，我会忍不住去玩它，因为真的很好笑。马超，不行，我要去看一下这个马超到底是个什么梗，他万一是一个脏话梗，我真的是做大错事了。会有人骂别人骂，首先我们不提倡骂人。马超，该做作业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马超，马超，我其实不太懂那个马超是什么梗哎。马超，马超到底什么意思？你们让我现在成功的，就是让我好奇这件事情。你是不是先让我细看一下这个马超的梗是什么意思？悟空，悟空。然后是薛之谦老师帮忙填的，薛之谦老师，薛之谦。好了，已经不像了，我已经年纪大了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谁说我没有那个什么变声期？这就是变声期，以前可笑，一群骗子。刚刚怎么有人叫我帮他写作业？你赶紧去写作业去，好好读书，好好工作。一度九二九周深生日直播可谓惊喜不断，整个直播长达四个半小时，唱了至少61首歌曲，4882.9万人在线观看的视听盛宴，两场演唱会的规模的盛况，直播就这么水灵灵的给我们呈现了。直播的时候他看起来非常轻松，或许行程繁忙的他在这样的直播间才会真的放开自己嗨起来，唱歌与喜爱他的歌迷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并且能飞过街里路人走过，交通灯吹中过，剩下独自我跟你，透过太阳的梦，把我们词儿猜到了。身边多少挣扎，都已一概不理。爱的真心，我俩应该问谁？冷雨抱起我，点点纷飞，千种高温波涛。不好，是我，我们也可以来讲，只是我的意思不想让。因为我知道我很辛苦，我成为你的负担，希望你们也我的存在不该是你的负担呐、跟我一样好不好？你在哪里？这首歌都要卡幸福，那首歌要幸福啊！不管风雨，我挺谁都你会身边一直能暗点冷千叠，金子火戒怎么比都不对，而我杜绝你一生的了解。不管风雨，我挺谁都你会身边一直能暗点冷千叠，金子火戒怎么比都不对，我杜绝你生命。It's paranoid. You're always firefly. It's getting me annoyed. I have them, but they're yours. I'm not looking for commitment. Let's just have some fun and keep it fun until we can. You'd be such a good one. Like I'm on a signal, sitting on my bedside. Love that you're behaving, it's getting.周深生日，奥运冠军黄雅琼21日晚不仅看了周深生日直播，还微博送上祝福，发博说祝深深生日快乐，祝你每天开心，开心的唱歌，开心的工作，照顾好自己身体第一位，同时还不忘为周深新专辑宣传打 call， 更是直言不会有人逃走，不需要给任何留下的理由，怎么样的你大家都爱你，爱你不需要理由，因为你值得被更多人去了解，发现你的优秀，更多人看见和听见。最后还再次感谢周深的歌带给他很多力量和温暖。六公主旗下电频道融媒体中心官微也在29日晚发博，回顾了周深在六公主的11次舞台记录。发博说，因音乐相遇与电影结缘，每一次首唱，每一曲演绎，更好的舞台在更好的下一次。六公主也是真爱了。我的一切，Your love is pain，你不需要笑脸，快把我训练，训练成你的小姐。
音乐原计划第七期也上线了，周深带来舞台风，他再次挑战自我，越唱越勇，带着迷人的唱腔诠释全新的版本，演绎着不一样的表达，一开口耳朵就被霸占着，大家也别忘了去看哦。另外10月20日0点，周深又有新歌上线，王者荣耀在28日发博说，2024 KPL 年度总决赛主题曲由老朋友国民实力唱将、中国优秀青年艺术家代表人间百灵鸟，拥有民族、流行、美声多种风格歌手演唱。29日0点官宣周深现场 KPL 年度总决赛主题曲《看见我》，并于10月2日0点正式上线。这首歌还是隐约作词、钱雷总监制，周深演唱，好期待。同时还为周深送上了生日祝福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让我们一起回顾周深走过的音乐之路，感受他带给我们的温暖与感动。愿他的未来如同他的歌声一般璀璨夺目，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天籁之音。哎呀，好像音乐原计划是快播到我了，我去看能不能看了，能不能看。那边快到我了，我能不能加一个东西，我能不能加一个添加一个什么东西，我能不能我该怎么做，窗口采集，不对，显示器采集，不对，场景，不对，视频采集，哎，应该是他，确认视频来源，我看一下，添加图像不对，场景不对，媒体员应该是他，没错，本地媒体，不是本地媒体，怎么用互联网媒体嘞？是这个吗？是这样吗？我试试。不对，不是他，我该怎么做？我该用哪个地方？用这个链接才能让你们看到这个我这个网页播放的呢？我想想，等我脑袋里面飞速转动一下。糟糕了！江苏卫视这个此时此刻的周深啊，他已经开始唱了。那么现在在直播过生日的卡布能不能够找到他呢？不是，我差点把我自己在这里面删掉。你们稍等我一下，媒体员是用媒体员吗？应该唱媒体员应用文本显示器浏览器，是他吗 ？Yes， 就是他，对不对？就是你。Yeah!那他声音怎么出现呢？那他的声音该怎么出现呢？很难哦。给你我的一切，Your love is pain， 你不需要笑脸，快把我训练。不要再唱了，就是这个声音怎么出来啊？我看一下，设置一下。设置，如果音量的话，音量在哪儿？音量，声音来源，为什么没有声音来源？我看一下，声音它没有声音，那我在这忙什么呢？大概就这个意思了。看一下，我再找，我怎么让那声音放出来？他声音在哪儿呢？他的声音既然我们找不到的话，我现在唱给你们听吧。无语了。浏览器上方有个喇叭，如果看看。